德纲主持喜剧比赛，要憨豆先生合演搞笑。欢乐喜剧人三，说过中国影艺实力崛起后，电视综艺节目只有想不到的嘉宾，没有请不到的嘉宾。欢乐喜剧人第三季就请到了著名英国喜剧演员 Rowan Atkinson 罗恩·阿特金森及憨豆先生 M.R. Bean 的表演者，由东方卫视联合打造的大型喜剧竞演综艺节目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三季继续由知名相声及脱口秀演员郭德纲主持，张小斐、张子栋、文松、常远、郭麒麟等新生代喜剧演员对阵。经过前两年的打造，《欢乐喜剧人》已经成为备受瞩目的中国喜剧招牌。各组喜剧人使出十八般武艺和浑身解数，上两季冠军沈腾、岳云鹏成为近年中国喜剧电影里常见的演员，加上蒋欣、宋小宝、贾玲、周星驰的御用配音石班瑜乃至憨豆先生等嘉宾助阵，节目星光四射。